Hello， 各位熒幕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今次寶可夢卡牌劍上 V 系列嘅港台 YouTuber 大戰嘅，我係你嘅蔡平 TC。咁今次呢個港台 YouTuber 大戰啦，咁我哋台灣同香港都會各出四名代表嘅，不如咧請香港嘅選手嚟介紹下自己先啦。好 ，Hello 大家，我係嘉。Hello 大家，我係 Jason。Hello 大家，阿軒啊，再開下節目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咁寶可夢卡牌喺上星期已經推咗全新嘅劍盾 B 系列啦，咁樣咁可能大家都對啲新人卡牌唔係好熟，唔知啲效果點玩啊嗰樣嘢，咁所以今日咧就透過一個輕鬆愉快嘅模式，透過呢個 YouTuber 對戰大賽咧，等大家知道呢啲新人卡牌究竟點玩啊，係一啲點嘅卡效嚟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知道嘅卡牌咧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，睇下啲卡係點玩嘅。今次呢個比賽咧，我哋特別邀請咗港台著名嘅 YouTuber 咧嚟參加呢次比賽嘅。咁台灣同香港會各出四名選手啦。咁比賽入面咧都係以現開嘅牌組為主嘅，係呢個單淘汰循環制。咁最後咧就會由香港嘅代表同台灣嘅代表爭奪呢個總冠軍嘅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準備好，急不及待想快啲開始呢個對戰噶啦。咁啊，第一場咧就係由呢個大 J 對卡爾嘅。日文版的牌呢我有開過，但中文版呢我今次真的是第一次，所以呢我是通宵了兩三晚，不是很久就研究個玩法是怎樣，所以等陣間能夠輕鬆一點，你放心，我絕對會，同埋呢不需要擔心日文版你不會不適應中文版，是的，是完全同意，新手又穩定不可以提示。另外兩位又怎麼看這場對戰呢？我俾你聽啦，根據我玩咗咁多年卡 game 嘅經驗，係運氣咧適合唔到，最緊要就係，所以咧即係我好認同新手運氣嘅嘢，咁所以暫時比較睇好大 J 嘅，希望有呢個嘅新手光環加持啦。師傅咧，我祝福兩位啦，加油，結婚嚟。好，咁喺比賽之前咧，咁先嚟抽你哋嘅牌組先啦。咁啊，你哋包剪刀睇下邊個揀你哋嘅魚三家先啦。包剪刀。我先，你先，我要呢盒，好，大二，好，咁我就要呢盒啦，好，诶，咁我睇下大 J 抽到系咩宝可梦先，我平抽到好嘢，呢个啊，我有见过呢个，好，我啊决定系你，古月鸟 B， 咁我咧就抽中咗，系你啊，大宝大 C B。兩位兄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啦。OK， 睇嚟將會有個龍爭虎鬥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嚟開始第一 round 嘅初賽。Pokemon Cup Battle Start。好，咁嚟到我哋嘅第一場初賽啦。咁啊，右邊咧就係我哋大 J 選手啦，左邊就係卡爾選手嘅。咁我哋就會擲眼仔決定先後攻啦，咁就係大 J 選手先攻嘅。咁啊，呢但咧已經改咗咧，先攻咧就唔可以用呢個支援者卡片嘅。咁啊，所以咧第一回合可以做嘅嘢咧唔係好多，可能就係填一粒能量嘅啫。咁啊，大 J 選手就係填咗粒能量俾飛天螳螂啦，跟住就 pass 啦。咁啊，卡爾選手呢邊咧就比較好似多啲嘢做喎，手牌放低只拉布拉 CV 啦。手填一粒能量俾巨齿飞鱼，咁啊巨齿飞鱼嘅一技能咧就几好嘅，可以搵三粒水能量，咁啊对于牌组嘅运作好好啦。咁啊佢决定用一张人民卡阿乐，咁啊喺鱼组里面系好好嘅女牌嚟嘅，抌一张牌可以抽二，最多可以抌两张，咁佢抌一张抽二啦，然后使用巨齿飞鱼嘅一技能搵三粒水能量嘅，咁啊完结呢个回合。好，咁翻到去大 J 嘅回合啦。咁啊，大 J 啊，而家咧已經可以用呢個支援者卡牌啦。你話寶可夢小朋友啦，咁啊係一個喺魚組入面好好咁揾怪嘅一個手段嚟嘅。咁佢就效果就喺牌組入面揾一隻寶可夢夾手牌啦。咁啊，大 J 又揾咗一隻銅鏡怪啊，咁啊並且放置埋喺備戰區。咁啊，銅鏡怪喺牌組入面都可以進化到衝龍鐘，咁啊有啲打扁係唔錯效果嘅寶可夢嘅。順便進化埋佢電螳螂啦，佢電螳螂嘅襲擊咧，就喺進化嗰個回合咧，咁樣打多90点傷害嘅，咁30+90+120点，
咁啊，第二回合咧已經可以順利擊到對面嘅巨齒飛魚，攞到一 prize 啦。咁啊，嚟到卡宴回合，咁啊，手填一個能量俾呢個拉布拉斯 V 啦，咁啊用精靈球要擲中正面先可以捉到怪，反面就乜都做唔到噶啦。使用新型卡牌馬利啦，馬利嘅效果咧就係雙方玩家洗暈佢嘅手牌，然後放入 deck 底，咁啊自己抽五，人哋抽四，咁咪幾好嘅類牌，仲可以干預埋人哋，幾好嘅支援者嚟嘅咁大新嘅卡，咁啊重新抽五張啦，咁啊抽五張咧，咁啊誒幾好喎，有呢個先機球可以揾到怪啦，咁啊放低呢個雷眼色，然後使用先機球，先機球嘅效果就係起一張，咁啊。起一張手牌就可以玩一張基礎嘅寶可夢加入手牌啦，咁佢應該就係揾雪吞蟲，因為可以進化呢個雪蛹王，可以幫助自己填能，令到副牌組攻擊到嘅。好，咁翻到大 J 嘅回合啦，咁啊大 J 嘅手牌都幾好喎，因為除咗有個超級球之外，仲有呢個博士的研究喎，咁啊超級球嘅效果就係睇頭七張啦，咁我揾一隻寶可夢上手嘅。不過只可以看呢個頭七張啦，揾咩寶可夢都得嘅，咁啊有好有唔好啦咁樣。咁啊俾對方洗牌啦，又揾完怪咁啊要俾對方洗完牌副牌嘅。咁啊佢咧會應該會今個回合就會用佢手上面嗰張博士的研究噶啦。咁啊放低埋隻卡比獸，隻手填埋粒能量啦，同埋三粒降 N 都唔想抌曬啲 energy 咁啊，填埋粒能量先，咁啊填俾佢填球咯。就博士研究，咁佢效果就係棄曬自己所有手牌，然後重新抽七張嘅。咁反正兩粒鋼 N 都卡住自己啦，不如抽七張睇下，有冇抽到好嘢，繼續向前跑過啦。咁啊，放低埋呢個智山掌，咁啊冇乜特別咧。智山掌唔係好好嘅打手喺佢頂面，反而令佢另外一隻雀仲勁，另外一隻雀係古月鳥 V 啊，一粒。模式就可以揾兩張卡加入手牌啦，二嘅人就係三粒模式打160，不過起曬 N， 又再放埋女降龍，咁啊未必咁好喎，咁誒曬曬自己嘅 bench 位啦，就 full bench。最後尾用巨劍浪打30襲擊，咁啊輪到卡爾嘅回合啦。好咁啊，卡爾嘅回合咧，咁啊再拍低就寶可夢啦，跟住用呢個寶可夢捕捉器，又係要擲中正面先有效果，捉人哋一隻備戰區寶可夢出嚟。咁因為大 J 拍得太多寶可夢，可能有啲寶可夢其實根本養唔切，拍太多反而俾人捉出嚟嘅目標對象，咁啊走唔到，咁啊你又變咗卡住自己。喂，話卡爾都有博士喎，睇嚟預組嘅博士量真係幾多，等你可以行得輕鬆啲嘅副牌組。不過咧，佢不幸地今晚就仲未進化到只雪吞蟲啦，咁啊所以喺填 N 嘅速度咧就好慢啦。咁啊，再用佢。呢個巨齒飛魚嘅儲水咧，咁啊揾三粒能量上手完結呢個回合，都係有翻到大 J 嘅回合啦。咁啊，大 J 回合 B1 最想要嘅卡牌應該就係寶可夢膠體 Switch 換落嚟啦。咁啊用卡好啦，咁啊抽三張，希望抽到張 Switch 換翻隻卡比獸落嚟，跟住將自己隻巨鉛鋼換上前去繼續打啦。啊，不幸地啊抽唔到嘅，因為 Switch 可能喺預咗裏面都係得兩張到嘅啫，咁樣都唔係用。抽鏡咁樣，咁啊進化藍牙啦，不過佢應該養唔曬佢後排咁多個打手嘅，因為其實佢又想養巨劍螳螂，又想養古月鳥，咁其實進化藍牙你都唔得閒，就你隻藍牙啫填唔到 M 俾佢噶啦，咁啊填咗 M 俾古月鳥就直接 pass。不過講翻到卡爾嘅回合啦，個卡爾啊最想就係、是。盡快在這個回合到進化他的雪蛹鵝，可以填到大量的能量給拉布拉斯 V， 希望你又用蝦譜抽三，但抽不抽到三，抽不到，不過還有一個超級球，超級球可以看頭七張看看裡面有沒有雪蛹鵝，希望他抽到，真的抽到雪蛹鵝，他的特性就是一回合可以任意將手牌的水能量咧，任意貼落自己後排的水喺寶可夢身上面嘅，咁佢應該優先想貼你只拉布拉斯 V 啦，咁樣因為佢打點優秀啲，同埋血量都比較高啲嘅，咁啊可以捱到一兩場，咁喺呢個預組賽好有優勢，打得越多場咧，咁啊攞得越多 prize， 咁啊又可以打甩人哋啲打手咧，係好好嘅，咁啊不過佢即刻就填翻三粒能量，你送只拉布拉斯 V 度啦，咁啊可以攻擊。
好，今年就大 J 唔合啦。咁啊，大 J 繼續都係好想要有一張 Switch 嘅換位換翻落去啦。喂，精靈球就係 FitCon 先有用嘅道具嚟嘅 ，Fit 用正面可以喺副 deck 裏面玩一隻 Pokemon，Fit 仲係乜都冇嘢做噶啦。咁啊，佢揾一隻 X 進化青銅鐘啊，咁啊，青銅鐘啦，青銅鐘未預計啦。呢、這個預組賽都好好用，打完人大家都要換位咁啊，可以匿翻落去避開人哋嘅打手。佢再進化埋，跟手上面，我見佢仲有張馬利喎，又可以累牌，咁啊希望做到張 Switch。佢手上面另外張係咪 Switch 咧？如果係 Switch， 其實佢應該換咗落嚟先，不過睇唔清楚咯。哇！用馬利又係洗走手牌，哦、洗走張阿卡爾嗰張好緊要嘅叫老大的指令啊！咁啊，可以捉人哋出嚟啊！老大指令，如果佢下 round 可以用老大指令捉人哋出嚟，跟住再可以用呢個拉普拉斯 V 打死佢人，就好勁啦！咁啊，冇嘢做 pass 啦，今日去到卡爾嘅回合啦，又用呢、這個哈普抽三。咁啊，其實佢卡爾呢 round 都唔使咁急嘅，咁佢可以就咁普通向前打死佢卡比索都唔差。咁啊，掉杆，掉杆可以將兩粒能量。或者兩隻寶可夢洗翻入去牌組嘅，啊唔係或者吸咁啊可以洗翻去牌組嘅，咁啊可以洗四樣嘢入去啦，都幾勁嘅。佢再貼能量俾呢個拉布拉斯 V 啦，因為其實拉布拉斯 V 咧招二技能咧打完人哋之後咧就要粒 N 嘅，就將啲 N 咧上翻手，咁啊所以佢會越嚟越少 N 起身，咁啊可以填多啲俾佢咧都冇壞嘅。咁啊佢。換下來了，撤退咪粒能量換上拉普拉斯，哎，他想捉人家出來，我猜他想捉古月鳥出來殺死。這個 Flip Con 槍，如果 Flip 中正面就可以捉人家的古月鳥出來了。哦，又反了，捉不到。照殺前面的卡比獸，拔兩張 N 上手，打死的卡比獸。可以攞一張 prize card， 咁啊而家，追平五比五 prize。好，咁嚟到大 J 嘅回合啦，咁佢上咗呢個青銅鐘啦，咁啊呢個希望想手貼一粒能量俾青銅鐘去打啦。咁其實青銅鐘打咧都唔錯喎，青銅鐘嘅二技能陀球咧打七十咧，仲可以匿翻喺後面咧，咁啊避開佢只拉普拉斯嘅大傷害。咁啊，粉碎之锤，哇，真系新手运唔同啲啊！又集中呢个正面，咁啊，粉碎之锤如果走到正面咧，就可以弃掉人哋一粒能量嘅，咁佢拆咗拉布拉斯嘅一粒能量啦，跟住手填一粒俾青龙钟，咁啊，用青龙钟打完，再匿去后面搵一只怪去送死，咁啊顶住先，咁啊起码保留自己嘅打手喺度，可以继续同只拉布拉斯有得打啦。好，咁去到卡爾嘅回合啦，咁啊又可以任意貼水 N 落去後排嘅水系度啦，咁啊貼兩粒落去只拉布拉斯先，跟住貼一粒俾前面，咁啊可以掹一粒能量撤退，又上翻只拉布拉斯，咁啊大打點上前啦。咁啊，如果跟住仲有將腦帶捉埋古月鳥 V 出嚟嘅，咁啊因為其實殺死 V 嘅寶可夢咧係可以有兩張 prize card 嘅，咁啊卡爾佢一殺死佢 V 嘅大打手先，跟住仲可以搶 prize card。希望快搶快測贏啦！佢撞先機球，咁我其實覺得個先機球用唔用都冇乜所謂，因為其實佢都後排滿咗啦，咁啊揾只 basic 都冇乜太大作用。不過嚟到大 J 嘅回合啦，咁啊大 J 又撞上呢個青銅鐘嘅，咁可能佢想要撞呢個青銅鐘嘅交換戰術，不停用咁樣打。因為其實都幾好嘅喺預組賽入面咧，因為其實預組入面想捉人出嚟效果嘅卡力係唔多，即係啱啱個腦帶指令啊或者。精靈寶可夢捕捉器咧，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。咁佢繼續打完佢只拉布拉斯 V， 又匿埋後排咧，其實呢個幾好嘅戰術嚟嘅。咁啊，拱一隻冇用嘅寶可夢上，讓俾佢殺，有冇保護用咧打手喺後面咧，咁啊令到牌就更加有作戰力啦。咁啊嚟到卡爾位咧，變咗卡爾有壓力啦。咁啊其實佢向前打打死咗人哋嘅女降龍咧係冇意義嘅。咁啊佢大 J 嘅換翻佢嘅青龍鐘啊，或者甚至換堆劍螳螂出嚟打，咁啊可以打死只拉普拉斯 V 咧，其實咁都好勁啦已經。所以咧，咁啊變咗佢要諗辦法點樣可以回翻血，咁啊繼續有戰鬥力可以同大 J 打落去。因為預組入邊咧，
回血嘅道具都有啲嘅，可能係雙藥啊，或者呢個寶可夢中心的姐姐啊咁樣都可以回血，咁啊等佢即係阿布拉斯 V 可以繼續有戰力打多幾拳啦。誒、哎、點知呢個回合換位都換唔到喎，咁其實可能係咪換落嚟打多拳好啲？誒佢話唉換落嚟打咧都係俾你打死，咁不如我換落嚟啦，我都送翻隻細怪俾你好過啦。可能太易選上有啲咁嘅諗法啦。咁啊，誒、哎、去到大機專輯。因為其實女降龍都不容易撤退，咁啊佢就 pass 咗 round 啦。去到卡爾回合啦，咁樣咁啊大 J 嘅女降龍走唔甩，咁啊就 pass 過咗 round 嘅。咁啊喺卡爾忍唔住要上只 ICV 打啦，但其實上只 Lumber 打咧都幾慘，打死人哋女降龍之後咧，佢只 Lumber 就預咗要俾大 J 後面嘅兩隻寶可夢殺死，咁啊其實。佢無論係巨田螳螂啦，定係呢個青銅鐘咧，都可以打死人哋嘅拉布賴斯 V 噶啦。咁樣，其實上呢個青銅鐘啦，咁樣，哇！你最狂死咗先抽到呢個 sweet 都幾慘。不過，大家嘅 handle OK 嘅，又有呢個能量啦，亦都有女牌嘅人物，咁啊，再用呢個馬利，咁啊，重新抽五張啦，咁順便可以干擾下呢個卡爾啦，攞多手牌用嘅。咁啊，誒，睇下抽咩先。咁啊抽到個魚竿咧，又可以將古月鳥同埋兩粒 M 回落去。但其實呢個魚竿咧，唔使都，我諗唔回寶可夢都得嘅，只回能量都可以。因為其實大 J 唔使再養新嘅寶可夢，佢只靠再長嘅三個打手咧，應該都打得贏啦。我估對面卡爾咧，已經冇辦法再養起一啲好大打邊嘅寶可夢去打死曬佢兩隻打手。誒，集中精，咁啊睇佢會攞咩咧？我估佢應該想攞翻只古月鳥，因為佢啱啱用魚竿洗入去，但其實都冇乜用啊！古月鳥而家呢個作用唔係話咁高，反而有機會因為古月鳥拍低咗條輸添，因為對面卡爾隻細嘅貝貝龍都打到一百，仲可以洗人哋兩粒 M 走。如果佢可以捉到古月鳥出嚟，不停打你一百，又洗兩粒 M 走咧，咁卡爾就攞最後嘅兩個 prize。所以如果呢個古月鳥拍出嚟咧，會係更加好添嘅。打死了他的 Lacolice V 啦，終於咁啊攞兩 prize， 咁啊最後3-2越嚟越貼啦。咁啊卡爾咧就繼續插呢個新嘅 Lacolice 啦，咁啊希望用細嘅 Lacolice 去打，咁啊用馬利咁啊重新抽個牌，跟住哇點知咧反而幫阿大 J 更新咗副好啲嘅牌添，咁有一回血啦嗰樣嘢，咁啊令到只巨劍螳螂嘅硬度更加高，可以捱耐啲啦。巨齿飞鱼用积水，咁啊稳定啲水 N， 咁啊希望填俾只细贝贝龙，或者系可唔可以养到只水煮黐面俾佢打啦？咁啊，喂，有呢个保养，又有马利，哇，大姐真系好好啊，又可以用马利去干扰住卡尔，啱啱执三张能量，即刻用马利洗翻个三张能量落底，等佢上啦冇做过嘢咁样，咁啊，哇！到底是歐洲啊，定係咩咧？咁啊，即係新手通常打得特別歐洲，佢要乜有乜咁啊。咁啊，整體嘅表現咧，大 J 嘅選手真係比較運氣好少少嘅。咁啊，不過再加上呢個青龍中良好嘅戰術，不停換位咧，咁啊，令到佢而家慢慢追近翻個優勢。咁啊，佢呢 round 又可以再打死埋巨齒飛猿，就追到打平 price 2-2，咁啊，越嚟越緊湊啦。咁啊，打90，咁啊，打死呢、這個。類似飛魚啦，咁攞一個 prize， 不過翻到卡爾回合啦，咁佢又換上啲新嘅呢個拉普拉斯啦，呢個細嘅，咁啊打70，然後仲可以將兩粒嘅能量翻手牌啦，咁啊可以幾好嘅干預嚟嘅，咁啊掹出人哋能量，等人哋撤退唔到或者攻擊唔到都幾好嘅，咁啊粉碎之取，咁啊希望可以 beat 咗呢個青龍中嘅能量啦，哇，好飛！好似未摘到個正面咁啊，唉，都好慘。我發動唔到粉碎之取啦，我粉碎之取要摘到正面先可以跌咗人哋一粒 N 嘅。咁啊，將能量填俾布西龜啦，跟住用馬利，同埋最後得一張 hand 嘅，咁其實洗嚟洗去都得一張 hand 咁樣。如果冇手牌咧，就唔使洗，咁就向前裝就得啦。咁啊，再拍多隻咬咬龜啦。咁啊，打70，然後將巨鉛螳螂嘅兩粒能量翻上手啊！咁啊，但系 J 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撤退嘅問題啦。咁啊，
要切佢到先可以繼續攻擊啦，因為其實佢冇咗兩粒鋼，咁啊佢件螳螂嘅二技咧要三粒能量先攻擊得嘅，咁啊就算加埋呢六粒手貼咧都足齋一粒能量，所以佢最想要就係呢個 switch。我一見佢手上面真係有喎，我、哦、歐洲人身手威力咁啊，要咩有咩啦，咁啊誒又上青銅鐘，又可以用呢個換位戰術去打佢。不過其實就算啱啱卡爾個紅取啊擲中呢個正面掹走青銅鐘一粒能量，其實都無補於事，唔係太干擾到。因為其實卡爾啊唔係，其實大 J 只需要手持翻一粒能量俾青銅鐘，咁佢嘅標啱都打得出，所以嗰粒道具擲唔擲得中都唔有好大影響。咁啊，又打七十逼人換位啦，咁啊自己就上隻 A 呢個降海鴨嘅。好，跟住又到卡爾嘅回合啦。咁啊，卡爾回合就做啲阿洛啦，抌兩張就可以捉四嘅，抌一張捉二，最多抌兩張。咁係啊，卡爾就嚟爆掟冇掟玩咯。咁啊，又要掹一粒能量撤退啦，跟住再用呢個貝貝龍打。不過，哇，貝貝龍俾人打死之後咧，就好難玩啦，因為佢應該近乎冇曬所有能量咁滯，因為。佢第一隻暴龍 V 死嘅時候又帶住啲能量走啦，跟住第一隻暴龍死又要帶嗰四粒走，跟住佢撤退咗幾次起隻呢個變劫色度，咁啊其實都 lost 咗好多能量，咁啊有機會佢俾人打死呢隻就應該直接輸咁滯嘅，咁啊又睇下呢個大 J 可唔可以累到一啲換位出嚟又繼續打到咧？又有哇，新手光環真係唔同啲。哇！佢打死埋只細嘅拉普拉斯咧，咁真係冇得打啦。咁應該呢個高人塵埃落定。咁啊，卡爾好難再揾有啲咩打手可以蓋過曬大 J 嘅打點。咁佢仲差唔多養好嘅呢個古月鳥添。古月鳥嘅二技能咧就係掹曬自己三粒 N 打人哋全場任意一隻波叫雲160傷害嘅。咁即係就算佢匿埋去邊咧，我都可以打到佢。咁啊，所以其實。大 J 已經贏了這局了，等於剩下的時間呢就是在卡爾在拖時間捱著捱著而已。好，那麼雖然大 J 這關攻擊就打不死卡爾啦，但其實卡爾都已經很沒什麼能力去反擊去反勝，因為其實一來沒有能量，而且打手都養不切了，那麼用這個寶可夢的姐姐回血拖著時間，但其實都是無補於事，都反勝不到。最可惜的就是在他自己的拉古拉斯 V 受傷的時候抽不到回血的手段，抽不到寶可夢的姐姐或者一些傷藥，如果他可以回到拉古拉斯 V 有機會拉古拉斯 V 打多一兩拳有機會贏到這場比賽。哇，又有這個寶可夢的姐姐，不過回血都是無補於事，因為隻鋼海鴨有三粒能量就已經達180，我就可以殺死這個變劫式的大 J 只剩下一張 prize card， 即只需要打死埋最後呢一隻 Pokemon 咧，就會贏得呢個比賽啦。咁啊，佢宣告用二技能打130，咁啊 lock out 最後尾一隻 Pokemon， 咁啊恭喜大 J， 咁啊成為第一場嘅勝利者，進級下場比賽。好，咁啱啱經歷咗個咁激烈嘅對戰啦，咁樣喺訪問下兩位選手喺賽後有咩感想先？咁啊，勝利先啊，大 J 覺得哇，咁樣反追喎，反吸咗場可以贏到呢啲係啊，新手運啊！頭先開波前已經講啊，有新手運，我係有抽牌運之餘，我個運係令到佢係咁賺啫，賺仲賺仲反反見你誒，好早期已經可以抽到呢個巨劍螳螂，可以喺第二回合即刻就可以打到個一派事。這個很重要啊！一出嚟一進化，跟住之後即刻收咗佢一隻。係啊，一進化夠百二，超快速。跟住同埋只超龍刀，係咁彈出彈入。誒，最後尾靠佢嘅換位效果，令到拖住拖住可以反追。好緊要啊！呢個咁啊，卡爾庫德咧，佢叫中段嘅爆發力都好高啊！其實我成庫德主要都係靠呢個雪勇鵝去不停快速插水氣，先至叫做有翻啲攻勢。如果唔係我今日咁衰仔嘅情況下。如果冇佢咧，我諗我可能一張都攞唔到添。係啊，佢可以靠小鵝叉啦，又可以靠個魔鬼鳥去揾水 N 嘅，係俾佢咁係好好啦，有個好好嘅 combo 去玩到啦。咁啊，打完之後咧，咁啊到獎品環節啦，咁咧點咧？
去分呢個獎品呢？咁咧，我哋咧就會去擲骰仔，去決定有幾多包卡嘅。咁贏咗個選手咧，就可以擲兩粒骰仔，將佢點數加埋就係你贏咗幾多卡包啦。咁啊，輸咗咧就擲一粒骰仔。咁可能有機會你擲一粒六多我去擲兩粒加埋啲分鐘。希望呢排有啲運啦。係啦，咁我哋不如就大 J 擲咗先啦。我先啊，擲兩粒一點獎。唔會咁勾，係唔會啊！新手係唔會兩粒一嘅。等先。哇！八包，即係打真係好易啦！你可以揀。我要。我哋有 A 同 B 噶，不如搞翻 A 啦！你個控係咁得。係咯，頭先我用得唔開心，我用翻呢邊。冇錯。咁啊，我又喺中間度抽。八包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包好。嚟到卡爾，我集埋而家，好啊。三包，我揀 A 定 B， 咁我揀 B 啦。好，系啊，三包就投三包啦。同我打對台啊，堅持。唔係，因為我水系啊嘛。係嘛？好，咁我哋即刻嚟開下獎品啦，好嘛？嚟啦。睇下抽啲咩先？讀電影，象徵了啲詛咒之產好做叻仔咁啊。係啊，呢個都係金蛋新嘅物品嚟嘅。不過，可能呢個讀電影都唔錯，有機會可能。象徵鳥同 X 都係個金蛋身嘅超系啦，咁可能有機會可以玩到唔同幾特別嘅牌組啊！咁我哋啲卡包咧，咁啊可以喺背後搣開啦，同埋搣得好順喎，新手依啲搣慣卡包，金珠喎好用，電擊魔獸，佢呢個沙包蛇好正喎樣，係啦，咁啊呢個沙包蛇咁佢都有 V 嘅形態嘅，咁咧開始呢個預組裏面都有佢嘅 V 嘅，抽到可能都唔錯。我會唔會抽到噶？呢個都係有機會，有機會㗎，有可能有啊嘛。係，開咁咯。佢側邊都有得，咁咪隔離搣開。喂，側邊呢度？喂，呢度係隔離兩邊。係兩種方法都得，邊就快啲。佢好似係今個係先多咗呢個七位係咪？之前都有，之前都有都可以兩個搣。我覺得今次先發現佢。有哇！有第一隻 V 啦，勁，超神 V， 佢呢個都係一個好好用嘅超能系嘅寶可夢嚟嘅，咁佢嘅特性咧就可以每個回合回20血嘅，咁喺一啲牌組裏面可能有特殊嘅功用咁樣咯，咁啊好嘢嚟嘅。喂，我係咪好好運咧？我唔知呢啲嘢有幾難抽，但係我又抽到張咁樣嘅嘢喎。好運，盾嘅細怪盾啦，咁啊閃卡都係好嘢嚟嘅。咁啊，佢嘅效果咧就可以招式減20傷咁樣咯，啱咯，擋廿個咁樣。咁啱啱仲有抽到粒嘅光能啦，張好好嘅卡嚟嘅呢張，可以當任何彩色。彩色重複咯，開始勾到盡頭。不過呢個都可以講下嘅。烈陣兵。咁啊，烈陣兵可能好多朋友都會想玩嘅格鬥系嘅寶可夢啦。咁佢係可以 call 佢嘅能力就係 call 越嚟越多嘅烈陣兵，然之後就越嚟越硬淨，打得越嚟越大力。咁啊，都係有機會啲朋友會想做幾得意嘅。喂，又有啦。哇！多龍，多龍巴魯托又係閃嘅閃邊，係啦，呢只都係好嘢嚟㗎，即係幾歐喎新手。佢呢個咧，除咗佢有個 V 有細怪嘅，呢只就係細怪啦。咁佢嘅效果就係咧，俾人打咧可以斬仔，正面就可以擋傷。咁啊，你只要夠歐一直砸到正面，你就一直企拳㗎。幾㗎？呢粒又係好 N 嚟嘅，咁啊佢嘅效果就係抽拳，可以抽兩張牌，快速保守牌。Peter 仔，Peter 係咪新嘢嚟㗎？新嘢嚟㗎 ，Peter 嘅效果就係可以貼一粒基本能量落隻寶可夢度啦，咁有啲特殊嘅牌組都會用得著。Peter 正路應該有一包 V 嘅呢包，整把金劍不得了。我而家未有喎，可以金卡，乜有邊一張？你一張 V 啦已經，係啊，我冇咯。有張風爐都係金達新，風爐呢個，同埋風爐都係金達新嘅，有乜卡劍？我覺得。如果你話我開八包咁樣算好運定好運？好運咯，我覺得，因為其實實用嘅料都幾多，即係有 V 啦，有能量啦，咁又有啲好用嘅 Pokemon， 我話已經幾好運嘅八包，所以唔錯下。運氣嘅，即係想擋擋唔住。咁啊到阿卡要到我，雖然我得三包啊，但係咧，第一包。有呢個都係閃卡啦，呢個毒膚色咁啊，只要喺
佢中本身我哋中毒咧係擺一個傷害指示物一個特性就中啦，擺兩個傷害指示物。劇毒啊，強啲嘅毒啦。同埋呢只風毒狗咁啊，幾好有得玩嘅，因為佢有個裝備會令佢多啲血，多一百血。好，第二包。誒、哎、呢、這個好嘢嚟嘅，因為係啦，好係咪？金蛋嘅能量都比較特別啲，係一個唔錯嘅效果。佢嘅能量就係可以貼落只怪度啦，然後就喺個 full depth 度揾一隻 basic 嗰件災放落備戰區，咁啊填 N 資源又可以揾怪。咁 OK 咩？係啊，可以做兩個動作。拿住一包，好嘢。哦，喂、哎，氣球。都每包都係有好裝好卡用，咁啊氣球啦，咁啱你哋。啱啱咪係咁彈出彈入嘅，咁你又要考慮換位嘅問題。咁換位咧就呢粒勁啦，就可以減兩個撤退費用。咁你將前面嗰只插落去，就喺零撤退費用換位。哇！好嘢，即係撤退又可以 keep 翻住自己啲能量。係啊，你 keep 住唔使掹 N 仔乜。好喎、啊，你都抽到唔錯嘅卡。咁啊，我哋第一場嘅比賽就去到呢度完結啦，咁樣。因為6月22日晚咧，就會有阿軒同在下葉問嘅對戰嘅片睇啦。咁我喺 Pokemon 香港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喺佢哋兩位嘅 YouTube Channel 都有得睇嘅。咁啊，到時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。咁我哋到時見，拜拜。